首先你就先把这四那个，因为你们是做动画是用二 D 的动画，应该是用那个很多张图合并成的动画，所以你就先把，因为我不确定你是一张大图切成很多个小图，还是像我这样是好几张图。那如果你是好几张图的话，你就把这个跟到这边四个。连在一起，四个就是你的一组图丢进去场景里面，它就会自动让你存成一个动画档。然后因为我已经存好了，所以我就没有这样做，我就不存了。然后它，所以你就这样像我这样，我今天用两个动画来做范例，你就这样像我这样存两个动画嘛。然后只有你存好之后，你再建一个。Animate controller，然后建 Animate controller 之后，你就把这些动画都拉进来。那我已经拉好了，我拉这两个，一个左边的动画，一个往右边的动画。所以你拉好之后，你就做示范，你就这样，然后让他们之间建立一个连线，make transition，然后 make transition 之后。这都跑一箭头，这两个就是 transition 就是从这个动画跑到这个动画，然后但从这个动画跑回来这边，然后你从左边的动往左走的动画要跑到往右走的动画，你就是我是用有很多控制方法，然后我这边用比较简单的，我是用就这边建立一个 im 那个 integer 那个整数，然后。命名，我这命名是 DIR，然后 DIR 的话，你就在这边加一个 list，然后它就会自动是 DIR，它这边是大于零的话，它这边情况下 DIR 大于零的话，就会从左边变成右边，然后我用的判断，这个判断你可以自己想，看你想要用什么判断都可以。然后我的判断是，如果 DIR 等于一的话，就变成右边，就切到往右动画。然后如果 DIR 是左边的话，DIR 是零的话，就切成往左边动画。这样你就可以在程式码里面控制 DIR，你把 DIR 设成一，它就从左变右；然后 DIR 设零，它就从右变左。然后，这个如果你没有要切换动画时间的话，你要把这个勾掉。但我没有那个切换动画，所以我把打勾勾掉。不然的话，它会有一段过场，就是从右边跑左边或左边跑右边，它有一段过场。然后，接下来动画那个程式码的部分就是，那个嘛，方向。一个 int 用来当做方向的，然后一个是因为你不是说你要点击滑鼠，然后让它从假设跑到滑鼠位置嘛，然后这个就是滑鼠的目，这就是目的地，然后这个是因为你是 2D 的，然后 Unity 一开原本来说是3D 的，所以你就需要额外做那个建两个 Vector2 是来当成他们的位置，然后这个 Position Now 是现在的位置，然后帮 Rigid Body 跟 Animator 都建一个 Control，那个都建都都做做一个变数，然后这个是设定，然后对，好，然后因为你说你要点击滑鼠。点击滑鼠移动嘛，因为我这边就是if 如果点击滑鼠左键的话，然后点击下去，它就会那个设定目的地位置嘛，因为我们前面这个目的地我们就设定它的位置，然后设定位置后面这一段，
因为后面这一段就是把这一段简单来说就是把滑鼠位置转滑鼠在那个荧幕上的位置转成在那个世界那个游戏世界的位置，然后转好之后你就有一个目的，你就有一个目的地的位置了，然后你再设定，你要每个 frame 要更新一次你的角色所在地现在的位置，所以就是更新你的角色的位置。然后这个 if 是如果角色的位置跟目的地的位置相差大于0.1F 的话，就是他们这个怎么说？这就是因为如果你目的地那个你不设这个 if，你直接用那个的话，它就是到了目的地之后，因为它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所以它会一直左右在原地一直动来动去。对，所以我们就设一个，如果小于多少就停止，就不要移动。然后在里面这个就是移动，我是用 UGBody 2D。的一个 API 来移动，就是，然后里面就是目现在的位置加上那个现在位置到目的地的位置的 normalize，然后成长 delta time，然后来移动，然后这边是动画判断，动画判断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说 DIR。我们不是 animator 这边是用 DIR 来判断的吗？这个 DIR 如果是一的话，就往右，零就是从右变左，所以这个就是如果目的地的 x 跟现在的 x 大于零的话，就是由右变左，哎，还是右，对，然后反正就是用 x 来判断是。要不要切那个切动画，然后动画的设定这样，这个是设定 animator 的 那个的 DIR，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你要的要求了吧，对啊。好，大概就这样。